国宝加上一年一度的重头戏美容科嘉年华日前在校园里面亮丽登场。美容科一到三年级的各班带来了创意造型和精彩走秀，风靡全校师生。不管是前卫叛逆的摇滚女孩，异国风情的华丽侍女，或是甜美温柔的粉红芭比，国宝加上美容科展现多变面貌，配合丰富的肢体语言，带来精彩的走秀表演。就是我们的头发，然后彩妆，然后跟衣服的搭配都有，嗯。在学校有学到很多吗？有，来学校读美容科学到超多东西的。那今天的造型很满意吗？很满意啊，嗯。国宝加上一年一度的美容科嘉年华总是让全校师生为之疯狂，伴随着一幕幕精彩表演，台下欢呼声也不绝于耳。我们很感谢我们的所有的指导老师，也很谢谢很多的来宾厂商来给学生打气和加油。我相信只要说学生的表现好的话，我相信对他们很有自信心。美容科学生除了技艺高超，今年也有学生透过繁星计划考取台科大，交出亮眼的成绩单。TVN新闻方静凯林美会三重采访报道。